么凉，这么凉，怎么这么凉？哇哇哇！你手这么紧？就是只是很下意识的就碰到说，哎，怎么这么凉啊？啊，就这种感觉。哎，你手这么凉啊？就别这么了吧。嗯。还是。不要酒精。就那一只，那一只。你手这么凉吗？完了，没了！你看他一看我，后面的话就没了，你知道吗？没有，所以那句话就是讲的这么像是一个告白，这么喜欢，其实还没这么喜欢过一个人，其实是意思、那个、对。那句话已经都要讲出来，然后又再说。我理解的是，他就是真的没见过月亮，没说过，故意搞的这个。哦，是这样吗？他是真的带点心机是吧？大，我还没。他不是要跟我表白吗？还没见过这么大的太阳，太阳，这么大的太阳，月亮。Sorry。我们再把一个好不好？没有太阳吗？没有。月亮，月亮。大晚上。